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Chipo， 欢迎继续看我的 YouTube channel。话说来到伦敦，我的 partner 未走，我 partner 将会过两天走的，即离开剩下我一个了。所以呢、我就帮人玩一玩个心愿，看看有什么地方呢他是曾经想去而没去到，或者是没有深入探究。他跟我说话去看鹿，那就去看鹿啦。究竟是哪里呢？我完全不知道的，由他来带我去啦。好，咁你出发睇鹿啦。三軍出動啊，糧草先行。為咗嚟到呢個咁靚嘅公園咧，即係都點都要填一填肚嘅，就唔覺意喺超市咧，咪就買咗三罐 Jack Daniel 同埋一個三文治咁啊，做糧草啦。野生動物有一種好處就是你可以邊食邊屙，你就可以同一時間可以處理曬你嘅生理需要。